轮胎就像车的鞋子，如果你鞋脏了，你肯定觉得没有面子。四条崭新的轮胎非常亮的跑在路上，整个车的精气神儿都非常的足。所以我们最近就在网上发现了一款叫轮胎泡沫清洗剂这么个东西，它呢喷上轮胎之后不用任何的涂抹，说经过3分钟整个轮胎就会亮得如新。现在呢这条轮胎的胎壁非常的脏，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它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。先等这个轮胎整个白色的泡沫散去之后，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变化如初。好，现在经过了3分钟，我们看见轮胎上刚才喷的白色泡沫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，它都一部分溶解了，一部分可能渗入到这个胎壁里面去了。那我们再等一会儿，等这个轮胎侧面完全干了之后，再看一下它有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好，这个现在表面已经比较干爽了，是不是感觉这车非常新了？这种保护轮胎的釉质，让这车保持轮胎的光洁如新。1, 2, 3, bring it on now! Check it out, my man!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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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